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Hello， 袁生你好。是 ，Della 好，大家好。今日继续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就系咧女性喺怀孕期间咧，通常遇见一啲嘅问题咧，而我哋点样可以用嗰个同类疗法咧，系帮佢处理得到嘅。咁不如今日咧就帮我哋介绍一下啦。咁就系产前啦，或者有阵时即系孕妇啊，准备去生产 B B 嘅时候咧，或者可能有阵时有啲临急嘅情况之下咧，需要去到做手术嘅时候咧，咁其实喺临床上面疗剂都有可以帮到佢哋嘅，系咪啊？系啦，咁当然啦，系即系一个女士要面对生细蚊仔，当然好自然咧有啲惊或者有啲紧张嘅，系咪？咁所以视乎个情况咧咁系咪有时要开刀啊？或者可能有时就算唔系开刀都好啦，都有少少嘅即系切割啊咁样嘅，喺个阴唇嗰度咁样，咁都有少少嘅手术可能会出现嘅。咁如果万一你入院嗰时候咧，一种好紧急嘅状态啊，突然之间穿羊水啊，好紧张咁去，咁啊当然会有多情绪嘅焦虑嘅。好啦，咁我哋点样去备咗啲咩疗剂咧？咁第一就系咧就嗰个勾乌头啦 ，aconitum。Aconite napelius 咁嗱，乌头咧系主要系用一啲咧系一啲系极度惊慌啊，即系好似未来啊、紧张啊、好似即系就快要死嗰种紧张嘅，好惊好惊好啲咁样嘅，好不安啊呢啲咁啊，突然之间嚟嘅咧，记住咧就乌头。咁乌头喺呢种情况咧就用得密啲，每半个钟头食一剂。OK， 好啦，另外一种紧张咧就系咩咧？系个人咧系。紧张到震，打冷震啊，冇晒力啊，紧张到行得行唔到啊，咁样啊，呢种咁样嘅紧张嘅状态咧，就系、是、黄素馨嘅状态，系 Joslimium 嗰个疗剂嘅 Yellow Jasmine 系黄素馨。咁遇到呢啲咁嘅打冷震嘅震惊啦要有啲嘢要发生啦，要做啦紧到佢咧个人冇晒力啊，打冷震咧或者飙尿添啦咁啊，咁呢个咧就系、是、个黄素馨呢个疗剂，都系啦。用法咧都系每半个钟头三十分钟就食一剂，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系、是、通常咧就系、是、三十蚊仔咧，当然咧都一个过程咧，都系辛苦过程啊，用好多力啊，肌肉嘅撕裂啊，即系会即系喺掹扯都好犀利噶吓。咁通常我就会建议咧，就之前咧就系、是、个即系三十蚊仔前一日啦。咁就食嗰个生金车吓 ，Anika Montana 30C 都得噶啦。咁第一日咧可能食三剂咁跟住咧就每两个钟头到啦，即系或者再食咁样吓。咁跟住咧生咗，即刻生咗咧就跟住就继续用嘅，因为咧喺个生小朋友咧过程咧，好多时候咧嗰个阴道嗰啲组织咧系会比有啲撕裂嘅。会掹扯啊撕裂咧，甚至乎俾人剪过嘅。OK， 咁、如果你遇过呢个情况之后咧，除咗用嗰个生金车 Anika 咧，另外一只咧就 Cefixegria 啦 ，Cefixegria 就飞燕草。飞燕草咧系俾嗰啲伤口咧系手术铰剪利刀剪出嚟嘅。呢种咁样嘅伤口咧，我哋嘅疗剂咧就系、是、嗰个Cefixegria， 就唔系 Anika。Anika 咧系嗰啲即系系一种暴力掹啊，即系强力掹咗之后咧，将嗰啲组织咧系。即系整损咗嘅，整冤咗佢嘅。而 Cefixegria 咧系当一种手术嘅铰剪咧，系尖锐咧嚟到切破嘅。呢个就 Cefixegria。咁好多时候咧，医生咧好多时候惯性咧就会将嗰个阴道咧阴道口咧嗰度切，即系戒佢一剪佢一刀咁样嘅。咁呢个咧就需要系 Cefixegria 处理噶啦。好啦，咁事后咧、那个伤口咧，我哋可以用咩咧？是用嗰个 Hypericum 加埋金盏花，咁呢个咁样嘅配搭咧，其实好多时候咧都有嘅，金丝桃
同埋嗰个金盏花。咁啲丁剂咧就爱嚟沟啲水咧，系想洗个伤口啦，咁令到伤口咧康复得快啲，系冇乜拉嘅吓，唔会即系冇咁容易感染嘅。嗯，好啊，咁常备咗啲疗剂咧，咁喺其实咧，咁听落去咧就系话，生产嘅过程上边咧，应该咧就都会达到咧一个好顺利嗰个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我哋袁医生分享佢嘅经验咧，都希望咧大家就系咧常备咗一啲疗剂喺度嘅时候咧，遇到呢啲紧急嘅情况可以即时一用到，尤其是咧同类疗法喺啲紧急嘅情况度咧，即刻咧就可以咧大家感受到咧，如果你用得啱嘅时候咧，即刻可以感受到嗰个奇妙嘅功效啦，咁令到咧成个嗰个生产过程，甚至乎就系话真系要需要做到一啲嘅小手术啊啲嘢嘅时候咧，都唔会话咧引起好大嗰个嘅不适啊，或者后遗症啊啲嘢咁，咁所以希望大家听咗个节目之后咧，就可以喺家中咧准备咗啲疗剂啦，可以。咁啊，多谢袁医生今日帮我哋嘅分享。如果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如果想查询翻头先提及嘅疗剂或者其他健康产品，可以联络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系2882-4848。在海外的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可以 email 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想重温翻我哋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lcer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唔该晒袁医生，拜拜。多谢大家收听，拜拜。